是属于首尔的一个叫梨花女子，是一个很著名的、这个很厉害的女子。对，
是没有男人的学校，都是女孩子，都是女孩子，但是我在这个学校里感觉不到快乐，对，感觉不到快乐，里面都是就是女孩子，其实都是就是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来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地方，对，今天他担当的是什么？摄影师，摄影师，来拍一下刘天的屁股。 哎，我听说这个学校有一个地方特别著名，好像是它的图书馆。是我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是一个建筑非常非常就是，好像是一个先进的，不是先进，一个法国的建筑师，然后他亚洲的第一个建筑是在这个地方，艺术型。对，但我就想，我说他到底有多著名？我们就去好好看看的，然后在中国建一个，好不好，刘天？中国建一个嘛？对，我当我们现在公司建一个，现在行，我当指挥是一个，我当指挥是一个，我当指挥是一个，把那个楼。 莫名其妙的就走到这里了，我们摔下来了，树上面，好疼啊！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两边，就是还有这边。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但我们想在这里玩一玩滑板。这是艾提亚吧？有一个，它像是。 凹槽峡谷前面，这时候来一台，我觉得这时候下雨，我跟你说，就很像泳池吗？泳池不就是这样感觉？泳池不也是泳池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背后那个风把山给一直在惊天，一直在惊天。你看这边景，其实可以很深，你有这边景，就我刚从那边走下去，有点滑下去，你可能会摔。幼稚，幼稚。 又骑多了吧？乱拍不花钱吗？不花钱。那你早说。国内能把我们几个人凑齐的，也只有摄影师吧。其他这个这一次拍的这个小综艺，就这一次可以凑齐我们这五个人，下一次可能凑齐九个人。对，下一次就九个人。 这样，刘天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觉得我帅吗？帅。你要问问这个，这个钱的，没有差。帅，所以大家是这样。你要问，召唤神龙。来，我。